好，跟住呢就到一套因为战车道嘅关系，佢得十集。唔係戰車道幾？戰車道聽人講過好睇嘅，咁呢個另一件事啦。係啦，就因為戰車少女關係得十集嘅問題而來自異世界。嗯，咁樣呢套又唔係特別好睇。嗱呢套嘢嗱，最終咧我係睇咗幾集之後咧，我係拎翻原作嚟睇嘅呢套嘢。咁點啊？嚇，比較你竟然係吸引到你興趣拎翻原作嚟睇？唔係，我係開頭我冇抱一個期待嘅心態去睇嘅呢套嘢。其實你話、嗯，但你話我見到就是、哦，佢有啲設定嘅嘢，咁我有啲興趣。究竟其實我新翻嘅時候覺得呢套係幾睇好嘅。而你話我睇我以原作嘅話啦、嗯，我係講話我幾真係睇到嘅就係、是、作者佢係識好多神話嘅嘢、嗯，或者佢我唔當佢識，佢只可以話佢做功課做得好足。嗯哼，但係就其實你話佢寫嗰方即係寫嗰個技巧方面咧，我覺得就好似有啲亂，其實係、嗯、因為可能佢夾雜咗太多嘢啦。咁、嗯、你話如果要翻動畫版嚟講啊？咁我哋之前就講話嚟咗三個外掛嘅問題二啦，係啦，三個外掛嘅問題二啦。但係其實你見到嘅喺第一次恩賜遊戲裏面咧、嗯，其實已經睇到就係有差異嘅。嗯，就係、是、如果十六夜係 level， 我當八夜叉嗰種咧係 level 九啊九噶啦。嗯，但佢一路都冇表演過佢有啲幾多能力。十六夜咧，佢。唔認真或者唔爆氣狀態呢佢應該都有90咁滯㗎啦接近。嗯。而但係呢另外兩位呢其實呢個等級呢最多都係得30嘅啫。嗯。呢個係好大問題就係、是、令到呢整個故事裏面呢十六夜太強勢啦。嗯。即係好多嘢都係十六夜盡在十六夜掌握之中啊。嗯。令到另外嗰兩個。即主角出賣嘅時候就一定搞一點。令到另外嗰兩個角色呢好似嗰、那個崗位冇咁重啊，即係唔係我十集裏邊呢啲其實就冇問題喎，反而覺得呢啲譬如話你可能要睇佢即係成長嗰、那個，即係點樣升 level 咁、啊、樣咯。其實咧主角 level 幾唔緊要，係敵人 level 幾先有一個問題。即係如果你話敵人可能 level 999嘅，咁主角都唔夠打，我咪努力成長落去都好睇嘅都可以。佢呢個咁嘅設定咧，即係無論啊動畫，無論動畫或者小説都會係嘅，因為佢好多時佢係要限制十六嘢出手，因為十六嘢出手咧。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曬，而且就係十六唔係單止話實力去到 level 九十幾，佢智力係直情係點爆嘅，佢智力係諸葛亮嚟噶嘛，即係咩都知曬。一呢個就係令到就係話每佢哋三個角色，個擔當嘅崗位唔能冇配合，係咪好似柯南咁咯？其實某部分可能由警探做，某部分可能係夫人做，但問題柯南已經包辦曬做曬咯，係。而你頭先好似講到話，哦，可能呢啲角色係需，即係嗰啲角色係原石需要成長嘅，但係咧、問題在於咧就係、是、本身整個作品嘅設定，因此遊戲係唔需要鍛鍊。我只要攞到恩賜，我就會變強。喂，你攞到恩賜都要有方法攞到恩賜噶嘛？即係你攞到恩賜，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多咗一個能力。你多咗一個能力，咪即係叫基本上就升 level 咯。唔係，但係你即係你唔會有所謂嘅叫做我可能好典型嗰種所謂嘅修練，因為老實講、你。作為一個叫做原石型嘅角色，就是、你有好多嘢你需要去磨練，或者你要去經過某啲事件，但係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呢、這個嗱，我以動畫嗰十集嚟講啊，真啊，尤其阿九月阿飛鳥都算啦、你話阿耀個角色係真係超，阿耀個角色係冇鍛鍊嘅，冇機會鍛鍊嘅，其實佢係，即係當然可能係一個故事嘅牌局，我睇咗原作，我睇到最新嗰話㗎啦。其實就你話係一個故事嘅牌局，但係你話喺而家佢嗰個嘅排位上，其實飛鳥嗰個角色其實都係唔係表現得好。當然因為佢得十集嘅關係啦，我都明白佢呢樣嘢。十集嘅關係就係佢整套嘢咧係飛到不行嘅，其實係飛到不行。我唔知啊，我睇完動畫其實覺得。前期 OK 嘅，但係後期我少少開掛。你講前期係指打吸血鬼嗰個故事嗰度？去到嗰度已經開始有啲失衡啫。攞嗰啲恩賜嘅嗰啲遊戲咧，都已經係一閃流嘅，你已經去到。同埋咧，我始終都覺得啦，無論原作也好，或者佢動畫版也好啦、其實恩賜遊戲唔係真係戰鬥。佢喺後期就變成好多都係戰鬥咯。即係你嗱，而咧，就算佢會話有恩賜遊戲咧，佢講嗰種咧係一種大局式，就好似其實最終戰講緊話打一批人對一批人，黑死病嗰度一擺咗一大堆謎題。但係咧，好老實講就係、是、嗱，
如果我以一個遊戲式的故事來講，你會要讀者或者會以觀眾來講，你是要可以睇得明解得通的東西，但是呢他這裡都有類似魔王勇者的影子，就是呢他一開頭就搭了一大堆話樹炮樹爆、啊、這個就是什麼呢、威爾斯的什麼的故事呢，那我又想起就是其實呢這個神話呢類似就是呢、有跟著有些什麼失傳了的故事呢，跟著就說其實呢又不知道在其他國家呢又會有講一些話、都有類似的故事，不過他用了另一個版本，我如果這樣講大家聽不聽得明白，不是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他一用一些、他預了讀者不知道的東西，但佢要點樣令讀者知道嘅呢，咁佢唯有就講。就講埋好多篇幅就係佢講。但你講完之後呢，其實呢好多我相信啦、好多讀者係會混亂嘅，甚至好多觀眾係會混亂嘅。混咩亂呢，我根本都冇理佢。你同一時間你 present 咗咁大量嘅信息俾我，但佢哋呢大量嘅信息消化唔到咁樣。係各自地方嘅神話、流傳故事或者傳說，佢哋可能係有個本質上嘅不同，或者係有前文後理㗎。你淨係抽呢一段嘅話，其實係好多時唔明㗎。即係你講完出嚟啊，原來嗰樣嘢係有破綻嘅，但係你讀者點知啫？即係你呢樣嘢好簡單，其實嗱呢樣嘢咧，嗱呢樣嘢反而你要讚咧，可能又要讚同類型 Campbell 化，唔係支持一套魔法禁書目錄，佢都會有類似嘅手法，就係、是、哦。我要講中咗你嗰個嘅神話嘅體系嘅乜嘢，但係魔咁聰明，你講攝問者呀？唔係魔咁聰明嘅地方呢，就係佢係用單一，佢唔會好著意去將每套嘢揾，就算佢將每套嘢揾呢，佢係講返用返上一集嘅故事嗰套嘢帶返落嚟，再加埋呢套嘢，至少就係你如果你順住睇嘅話、你要知道上一套嘢嗰個嘅理論係講乜嘢，嗰個故事神話體系乜嘢，再夾呢一個。你逐步逐步消化，但係問題而呢套嘢呢最麻煩嘅地方就係呢佢一次過將所有嘢夾埋一齊俾你睇。拋曬設定出嚟囉。我係睇到作者係好做功課，我非常之欣賞。但我好好嘔心力血囉。你睇我睇嘅時候睇得好辛苦囉。係。因為佢係尤其是啦喺佢嗰個作品裏面就係呢唔好話淨係個恩賜遊戲啊、連各方勢力嘅角色佢本身都有個神話體系呢、你哋要唔多唔少都要講少少喎。咁最終就係呢我成堆資訊喺你面前。你講得乜嘢電話簿囉，咪就係好多人名啦、好豐厚嘅設定啊，但你唔知乜落去。同埋就係我即係唔係你俾讀者一個感覺就係你投入唔到個故事。係啊，同埋就係、是、即係老實講對我嚟講最頭嘅故事嘅其實應該係一個叫恩賜遊戲，因為所有嘢都係由恩賜遊戲起嘅，但係恩賜遊戲好唔好話一閃流啊，是好似魔王勇者咁樣講完話開始恩賜遊戲完啦，勝利者係邊個，唔係佢講到嗰啲規矩呢係好有規矩有個規律咁樣，但係最終係打唔係，但係最大問題係求其啦，恩賜遊戲啦，求其對面下戰書你就要簽，好奇怪囉樣嘢。佢嗰個係佢成個遊戲個 system 個系統係做得唔好啊！係佢，我諗其實作者都冇乜點諗過，其實佢都係想玩一堆叫做咩咧，玩包裝咯。同埋佢叫做咩咧？包裝。佢呢個設定其實係為咗限制某一啲好強力嘅角色。中途聯入參戰。好似十六夜叉。白夜叉嗰個例子咁樣，其實你話喺動畫裏面白夜叉嘅例子最明顯就係、是、白夜叉佢出場嘅話全部死曬啦、無啦啦就要封住佢先至可以玩到只 game 咯。係啦，所以你話嘅乜鬼打啫？呢套作品裏面就會我會覺得動畫裏面，尤其動畫裏面啦，我 OK 啦，就算你我唔睇其他嘢，我睇戰鬥啦，個打擊力除咗開頭嗰一兩集十六夜嗰拳有啲力度俾我睇到之後咧，之後十六夜打嘅拳係好虛噶，虛唔緊要啊，有效咪得。你睇唔到個力，即係老實講，十六夜係一個所謂叫做格鬥型，即係應該近身型嘅角色，近戰型嘅角色。係啦，佢所有嘢俾我出嚟個力度係睇唔出嚟㗎，係好似係不過你話即係譬如話，好似一個好強勁嘅招式打落去身上之後，佢一個拳揮開咗嗰啲有冇咧？個揮開你唔會見到力係好似嗰條友飄咗出去咁樣囉，我會覺得係佢唔知係突然間好似撞咗道力嗰下窒一陣然後跟住先彈出去呢嗰種咁嘅撞擊力嗰種呢睇唔到出嚟囉，就會係會唔會好似有首歌咁消除嗰種感覺唔會即當然你話十六夜嗰種嘅其實佢有近質就係話佢都可以消除恩賜咁樣嘅，佢可以解除恩賜咁樣嗰啲嘢嘅，有冇講到嗰度有動畫唔係佢最後一集係講其實你入咪因為最後嗰節啦其實有講嘅就係話十六夜嘅恩賜係可以
化解對方嘅恩賜，但係同時就係佢自己本身嘅恩賜嚟嘅，所以話佢呢個係一個矛盾嘅能力嚟噶嘛，即係佢本身嘅能力，佢所有嘅身體能力嗰啲嘢，應該係一個恩賜嚟嘅。而但係佢嘅恩賜嘅附加嘅能力就係話佢可以令到恩賜無效。咁如果咁樣嘅，即係你等於右手哥啫嘛，右手哥係唔會學到法術咁，因為佢學法術，佢出法術嗰下就已經俾自己抵消咗啦嘛。所以先話佢呢個係一個矛盾嘅能力，即係當然我唔知道之後。截至到現在為止都冇解釋過十六夜嘅能力係乜嘢，佢都未必會真係會解釋呢樣嘢，我唔知道呢樣嘢，但係至少到而家為止你都就係知道十六夜呢，總之十六夜佢開認真模式嘅話出手，佢要出手嘅話呢，你知道幾時開認真模式啫，我唔知㗎，開完認真模式跟住之後就話、之前我個都唔係認真嘅啦，可能哦，都可能係㗎，好似都有類似試過嘅原作之後啊，係咪？原作都好似已經開始試過呢樣嘢啦，其實。所以你話十集裏面咁，當然其實啲人老實講，最初嘅角色啲人都係為咗睇黑兔嘅嘢，其實。黑兔啊，唔係嘅，後面啲角色係 OK 嘅，後面啲角色設定 OK 嘅。即係如果以物完全唔理佢咩背景啊，就咁睇佢打啊嗰啲設定係 OK 咯。我覺得即打嘅話我就唔合格㗎喇，其實就但你話我係一閃流㗎，但係佢做嗰啲速度感，你話如果動畫算 OK 喇，你話如果要動畫我想睇嘅，其實就係話因為佢本身呢個世界係由各種唔同嘅文化組成啦，其實我希望就係睇到就係你去到唔同國即係唔同地區會有唔同文化，呢樣嘢有少少做到嘅，即係好似喺佢哋原本嘅Lowland 裏面嘅陣營裏面嘅係西歐風格嚟嘅，去到嗰邊咧就會變咗少少倫敦，不過其實都近北部嗰邊啊嘛，其實都有少少近質㗎啦，我都有少少唔係咁滿意嘅。不過你話佢做個喺佢用啲顏色嘅氣氛方面去搭救咗，咁我記得都話 OK 啦，翻啦，咁都算收貨啦，算收貨啦。哇！你真係隨便嘅啫，不過算啦，呢套嘢你想認真對邊啫？出嗱，好老實講，嗱佢呢套嘢可以有二季嘅，老實講，因為佢呢度得十集咁樣，其實佢因為佢而家都係講咗兩個故事，咁原作而家嘅份量嚟講咧，足夠佢做到一季嘅，其實係。不過睇下佢點樣做。但我睇完第一季都唔係話太大興趣喎。都係啦，佢都係衰返就係設定太多設定嘅嘢啦。唔係，其實我一開始睇嘅時候，因為我未睇原作嘅，咁我一開始睇嘅時候，我 OK 喎，即係鬥完一個恩賜比賽之後啊，獲得一啲能力，咁好似有成長因素喺度，但係發覺睇落去唔係呢樣嘢囉。而你話啦，即係我呢度講少少啦，即係原作裏面我開頭祈求就係話嗰兩位女角追得貼十六夜啦，但我睇到而家原作我睇到第六本左右啦，佢哋頂多係升咗十個 level 左右囉，40度囉，梗係啦，最緊要波小文佢幾多嘅，但係十六夜有冇升個 level 先，唔係十六夜係曾經一次爆氣，佢係打贏，佢係單挑打贏咗魔王，佢已經係超越咗交界 level 㗎啦，你都識講囉，美刀嗰兩位仲幫唔到手，冇美國刀嘅，咁點吸經驗值啊大佬魔王俾佢食埋咯，大佬啲技術俾曬佢啦已經。即係同埋就係佢已經係不停咁樣，即係應該話喺故事裏面咧，已經係原作裏面已經係開始不停咁樣咧，為咗令到嗰兩位角色勁咧，係咁加啲恩賜俾佢哋噶啦。但係咧奈何就係咧，佢又好似唔想突然之間將佢哋變勁咧，所以就會變咗係好落差好大啦，越嚟越我覺得個故事，即係到現時為止就好似其實而家唔係佢有個可行嘅套路嘅，將十六夜變魔王咯，跟住就齊打大佬啊，跟住嗰兩個角色去打佢。可能係其中一個，我都覺得其實有機會會咁樣做嘅，之後會有幾難啫，係咪先？係囉，唔係連機械人都攞埋啦。唔係，但係老實講，呢套嘢難，我都明嘅，動畫係難做好嘅，因為本身個原作嗰、那個，即係其實呢個係原作問題啊嘛。個原作都有個一定責任喺裏面嘅，即係當然你話角色嗰方面，我覺得描寫因為佢創造角色其實嗰方面應該 OK 嘅啦，不過你話其餘嗰啲嘢，我覺得就一般啦。但係如果佢可以 handle 得好，所謂佢用嗰啲資料設定咧。我覺得呢個故事會更加理想。佢咪其實都係一路都係圍繞呢三個角色，會唔會話之後有啲同伴加入啊嗰啲咁嘅劇情？咪好似吸血鬼嗰啲咯。吸血鬼邊套吸血鬼先？唔係你啊 ，OK。金髮嗰個吸血鬼經過第一次有因此由於之後會加入噶嘛？咁而跟住其實佢而家都有開始多幾個角色，不過唔係好著。佢但係佢嗰啲唔係好似唔係用恩賜噶嘛？我講埋俾你聽啦，之後黑死病嗰條友都會加入埋噶。OK 啊，女啊嘛，咁梗係會逢女，即係總之逢女必收啦，逢男就殺，逢女就收啊。唔係喎，父女返係女嘅殺男嘅流啫喎。錯啦，這個、呢套嘢好多人都覺得其實十六夜嘅官配係阿仁呀。邊個？點啊？即係嗰個僆仔啊？點樣啊？官配，唯一一個男性啊？
咁唔知啊，咁呢個就睇下佢日後會唔會做兩不過我覺得以而家動畫咁，應該話動畫咁少嚟講，佢又要應該兩季就緊㗎啦，呢個就係啦。好啊，咁啊呢套去到呢度啊，我哋下一套。好。